你心还不见呢啊？嗯。在哪去了哇？你心还？嗯。你心还在哪去嘞？你找那个何志一道，见没有？晓得。因为怕戴眼，你要随时观察到起。嗯。我也在哪边来哈？在山区嘞，你不能弄得行噻。得行。我要一顶衣服。晓得。都是戴眼来，关键是。啊。今天下午起好早？他们几个都跟着你去。哟，好儿的，我们吃饭喽。自己煮啊。小红得为主角跟主角。走。我们多滑哟。多滑嘞。哦，雨天。晴了好几天了，下点雨也好。回去嘞，十五吧。落大嘞。三，刚好把那两杯一倒都落大的，就是啊。哎呀，那是猪杂哦，猪杂落在一半杯，你装不起都是。多钱多工？走了，走吧。你去吃猪脚羹，小不耐不头龟。你好大哟哈。嗯，老大嘞。你两个人就是。我先上去了，还是上来哟。你乖不？今天？我乖。嗯。他乖，他在路上告诉爷他乖。妈妈说你去告诉爷的呗。我没呀。他拿刷子准备洗衣服哎，还。他说他没有哎。嗯，他骗你。你是不是拿刷子准备洗衣服？没有。你为啥子没洗啊衣服？妈妈吵你的呗。嗯。妈妈吵你没有？嗯。妈妈没吵我。嘿嘿，没吵你啊。嗯。那我在吃口，不吃现在，好嘞，洗一洗。鱼这水还是多，我感觉。妈妈。没有刷完嘞。你不给我刷了，不给我刷就算了。小心点！你给我小心点！你才给我小心点喽！你为什么没得？他那儿还有两把刀放起。你来敲。我一会儿就到。牛奶，牛奶。耶！哇！虾。谁？我们去九叔，有叔妈妈的。叔妈。有叔妈妈的。我没得。我不读书。哎。我也不读书啊。你不就拿起吗？你读读书了啊？我才读书吗？我们那个还方便。嗯。我们就挂。我挂，我挂。就是吧。麻烦你们出来，哎，我让你麻烦，不麻烦了哪麻烦呢？你几万升级的？小筷子。两万三千一。小筷子。压升级起的光筷子一套钱。你要包包裹。那个黄瓜容易融。嗯。你要包裹？扔两套零钱。来，给妹妹两套包裹。好，你看肉肉，来，妹妹。我也是个宝宝，跑了一下嘞，宝宝。哎呀，吃饭。哎呀，把那碗煮完了哈，就饱了。老实了。嗯。他今天就啃了饱饭了。
了。